我是刚端月喝到那113年10月16号天母续集加入午餐哦，11:41，很快乐的事。耶、yeah, ！我这次终于拿剩一片了，然后赶快吃。我想这个像现金那边要赶快吃，啊，超爱像干贝的，对吧？超大颗，然后很甜。我每次来基本上都拿6颗9颗的，嗯。然后像那个小波小菜也很好吃。然后最喜欢他这个脚，反正超大只的。然后刚刚来吃我的午餐，这是我第一轮了。我先暂时先拿这样，然后吃一吃再拿其他东西这样。好，谢谢干爹酱，拜拜。我们接下来见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料再拍给你们看。刚刚吃再见，拜拜。11:40，11月16号天母续集，超爱的这家店，对吧？反正既然有空有机会，我都会来吃的。这边真的太好吃了。吃不腻啊，对吧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